经有半个月没有这么早起床了，早上还是很冷的，风特别大。现在到中介看一下有什么轻松一点的日结工作。这些中介早上都不开门的吗？这一家也是没有开门的。这家中介的大巴车还停在这里呢，都没有开门呢。看来这边日结工真的很少啊。那边那么多中介，就有一家在招啊，都是干工地的，干工地是干不了的。刚转移没几天了，不能干体力活。再到前面看一下，没有的话，那就继续回去睡觉吧。来这边这么多天了，今天也是第一天早上出来找日结工，日结工真的少啊。今天不干了，也不是不干了，干不了啊。吃个早餐吧，来份炒粉，吃完继续睡觉。对，在这里。像我这样寻常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。